第四十三代婆舍斯多尊者，西天二十五代，系季宾国人，种姓属婆罗门，父名季行，母名长安。但身及左手一直握拳不放，直到遇上狮子尊者归还明珠，手才自由展开，了结因缘素果，圣人是不昧因果。而后密受心印，成继法寺。记曰：圣人说之见，当尽无是非，我今悟真理，无道亦无理。